幸福科技，发现幸福的九种方法。智慧化的世界来临，幸福科技的触角深入您我的生活中。知策会特别针对现代人最关心的生活面向，研发出九种高端科技，希望能够透过这许多生活层面的便利技术，为国人打造一个充满幸福的未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体验这发现幸福的九种方法。iFamily 智慧绿能家庭管理系统。智慧绿能家庭管理系统 iFamily 是利用已经普及化的联网装置，配合无线传输技术来进行家庭各项电器节能安全方面之传输控制。用户可以透过云端进行远端控制，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为了加强用电安全性， iFamily 还可利用手机应用程式结合 GPS 定位，无论离家多远都能够接受到系统对于电器外观的警示，然后利用远端控制轻松开关家中电器，以保障用电安全，让家电变得更智慧。一个按键就可以打造出梦想中的场景，提升了生活便利性。紧急事件通报与管理系统。车行途中最怕碰到临时故障，阻碍交通又危险。由资策会研发的紧急事件通报与管理系统，能让驾驶随时监控行车状态。当有异常事件发生时，车用监控平台会将状况资讯传送至后端救援中心，由后端救援中心进行诊断，并将相关诊断结果及简易处理步骤通知驾驶，由驾驶依据诊断指示进行处理。必要时，由后端中心发出通报，提供及时救援。由国人开发的这套紧急事件通报与管理系统，不只提供车主更安心的驾驶方案，更可进一步降低交通事件的发生比例。智慧企业能耗与环境管理。企业用户常常为办公环境耗能与舒适的问题伤透脑筋。透过由资策会所研发的复杂事件处理引擎核心技术，能将事件处理的流程图形化后，有效过滤办公环境发生的各类事件。保全人员能利用复杂事件处理引擎核心技术，及时显示大楼用电量，一旦超过负荷，便能及时处理。而大楼管理人员则能透过网页编辑事件处理规则，透过复杂事件处理引擎，随时监控大楼的能耗状况。复杂事件处理引擎核心技术具有节能、自动能源调度与事件侦测的功能，打造尖峰与离峰用电的最适情境，降低能耗成本，并建立员工舒适满意的工作环境，创造企业与员工共享的幸福价值。智慧节能照明管理系统。照明耗电在生活中或企业中占有绝大部分的成本支出，然而在立体停车场、地下停车场不同的场域环境就有不同的照明需求。因此透过资策会所研发的智慧节能照明管理系统，以人性化的界面操作，可以依照各环境中不同的情境需求，架设感测网路来进行灯具光源的调控，并连接场域内所有照明设备进行监控，能有效进行场域之照明管理，节省电费支出，更可达成节能减碳、创造舒适场域环境之目的。企业文件储存及档案同步分享解决方案。在许多人的日常工作经验中，耗时的档案传输往往占据相当多的时间。因应这样的需求，资策会云端所特别研发的 COSA 系统为企业提供了 Dropbox 形式之功能，具有可无限扩充储存容量的特性，提供档案管理、同步与分享的平台，并支援各种不同装置的档案同步与存取。资安治理与风险管控平台。企业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事前预防、主动治理已经成为新的资安趋势。资安治理与风险管控平台是一套自动化资安治理及合规安控的解决方案，利用工具检测
可以改善人为操作设定错误，提供更完善的资安保障。具有多样化平台设备检测、内部资安管控整合、合规检测技术多元化、多标准弹性设定支援等多样功能及特性，使企业组织所制定的资安规范可以落实到使用者终端平台，并以自动化稽核方式定期做风险管控，大幅降低人力投入。虚实整合智慧感知技术，不久的将来，您就可以在商店透过简单手机等行动装置与互动式数位电子看板画面进行互动，借由智慧感知技术，简单几个动作就可以快速取得优惠券，不止便利，更可有效促进消费市场的流通。通用型智慧感知技术提供了创新双向互动使用者界面，让看板具有回应行动装置的需求资讯，吸引更多人使用，达到看板应用的最大效用。新媒体内容创作工厂，以高互动的 APP 提升数位内容的附加价值，已经成为出版业、文教业、媒体业、零售业服务消费大众的未来趋势。国内第一套企业用智慧内容产制平台 APP Cross， 运用自动化平台开发模式，衔接原有编辑流程，快速将企业内容与服务 APPS 化编辑界面，无需程式设计背景的编辑方式，亦能脱衣拉出互动元件，并结合企业既有的网络服务，衔接后端与前台最及时的内容更新。新媒体内容创作工厂 APP Cross 未来将对于国内的媒体业、出版业以及文教业，将渴望创造截然不同的新版图与新契机。智慧系统服务之观光领域应用，智慧观光服务 Smart Tourism Service。除了职场与家庭生活之外，智慧系统服务的触角也延伸到了观光旅游与行动服务等生活范畴。国人开发智慧观光服务 Smart Tourism Service， 可针对旅客行事历空档，考量前后行程地理位置、空档时段长度、各景点位置、营业时间与交通资讯等，透过最佳化排程推荐与规划在地行程最佳组合，实现整合型智慧观光有感服务。同时，智慧观光服务 Smart Tourism Service 能结合分众与个人旅游行为偏好预测，提供符合个人化需求之旅游资讯、景点推荐、个人专属行程、天气及时通知、交通资讯预估推荐等资讯推播，落实个人化精准服务。幸福科技时代的来临，将带给人们不论在工作方式、能源节耗、资安管理与家庭环境照护上，都将更舒适便捷，创造更多幸福的可能。资策会幸福科技，体验幸福就在身边。